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患上重病，但我们都会担心病倒后将需要支付庞大的医药费。健保双全是一项基本医疗保险计划，它能帮助您应付医药费。根据健保双全计划，参与者各自将一小笔款项放进一个中央基金，万一生病必须负担庞大的医药费时，就能够从这项基金中受益。在发生突发事件并造成庞大开支时，保险就是您的最大保障。巨额的财务风险透过众多的投保人一同分担，而大家也就负担得起相关的保费。健保双全将扩大为终身健保双全，这意味着所有国人，不论是新生儿还是年长者，或者是已患有病症的人士，都能终身享有更好的保障，并在应付庞大的医药账单时获得更多援助。虽然保费会因更全面的保障而增加，但增幅将是国人负担得起的。您也能够继续通过保健储蓄户头支付保费。终身健保双全这项全民保险，让您在庞大医药账单上获得更多保障以及终身受保。终身健保双全，让您安心。